你叫我出来，那应该是找到内应了吧？还没有，但是有目标。没找到，找我出来干嘛？叙旧吗？你就不会关心我一下吗？你这是越来越铁石心肠了。兄弟，我呀，多少会伤心的，怪不得叶青投敌去。啊！你什么意思？给我说清楚！明明是被鬼王抓走的，你存心来找我打架是吗？ 你火什么啊？这本来就是你的责任。我叫你出来是我收到一封信，谁的？叶青的。说了什么？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揽大功，好求你试。难道说是为了海棠？对，他说他已经摸清鬼王老巢，他想自己杀掉鬼王。若成功，求你放过他和海棠。他想带着海棠归隐。 你个笨蛋！我知道吗？海棠身中奇毒啊！他知道，他也知道，只有鬼王能治疗，所以才将计就计。蠢货，我已经找到解药了，但是有副作用，会让海棠丧失全部功力。但以海棠那倔强的性格，所以我才慢慢想办法。所以你自以为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吗？还吩咐飞鸟别告诉其他人。 又被我猜到了，我真是对你知之甚深啊！唉，还有你啊，要我怎么说你好？你可不要伤透我的心啊，要不然……闭嘴吧你！知道了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我看过那份记录鬼王老巢的地图，他们藏在长平郡，人马最少300多，就靠叶青和海棠。 能有命逃出来就不错了，所以我通知飞鸟和流云，前往逍遥河帮助长乐郡守剿匪。逍遥河，这名字好像哪里听过。有人来了，到此为止。先做点善后。啊，金兄你好啊，那个你们说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听见。放心，我相信你，但是能帮我一个小忙吗？ 什么忙？帮我把肉都吃完吧，免得浪费。啊，会长，我看见了，就在前面这片小树林里，我见到有人偷偷翻墙跑进去，就在这里。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肚子有点饿，想吃肉，你们要不要来点儿？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可恶的金乌卫居然要我背锅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 快点，你还有你，赶紧给我捞！可是老爷，您倒是说清楚，到底要我们捞什么？就是一种发光的石头，知道吗？会发光的石头，只要你们每人捞到一颗，大爷我重赏有赏。那能赏多少钱啊？每捞到一颗，赏2两银子。2两银子换一颗龙晶石，简直划算！ 哈哈哈哈哈！极品的龙晶石，我的，通通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什么味道？挺香的。流云，吃吃吃！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吃，没看到这么多人在努力工作吗？就你一个在那里偷懒。这河里的鱼可是很有名的，来尝一下。真是拿你没办法。 我来尝一下试试。哇，真不错呀！叶青和海棠都不在，总感觉少了点什么，好不习惯。是啊，就是这里。喂，你们是谁？在这里干什么？都给我滚！别那么大声，听得见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打扰小爷我的雅兴！ 你眼睛是不是瞎呀？啊，没看到我身上这名牌吗？那我就告诉你，我们是皇府家的一等家丁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是皇府家的人。这片地是我们皇府家的，你们这群下等人，识相点就自己滚蛋，不然我就把你们的手脚都打断。就是那个得罪当今皇后快破产的皇府家？大胆！ 臭小子，我现在就把你的手脚打断！是不是皇甫云派你们来的？哼，就知道那臭小子不是什么好鸟。
臭小子，你居然敢骂我们家少爷！敢抢本大爷的东西，等下次见面，看我怎么整他！臭小子，想干什么？看来你爸妈没有教你抢劫是不好的行为吗？因此，我要替你爸妈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听说有新人来我们这儿。啊，知道知道，好像还是个新生。这里就是金科班吗？是嘞，实在没得错。说的就是他们吗？他们不是狂剑系的吗？跑我们金科班干什么？听说这金发小子不好惹，本雷剑李叔都败给这个金毛小子。李叔可是登堂五品，不可能吧？臭小子，来撒野的是吧？小子，活腻了！我天命大口派第二集每周五十点更新。苍云跟随风，画葫芦，此生与众不同，风流悠然从容。提笔画惊鸿，这才华天理难容。不过是故事词，我都略懂。原以为不过一场荒唐美梦，不曾想坠入乱世中风云涌。大唐小路引弓，谁能与我争锋？一眸妙策无穷，忽悠一片天空。我舞一座英雄，闻之武功便传颂。只愿佳人陪同，共度红尘梦。哦，好饿啊！谁能给我送点吃的？我要吃了你！人类，借你小命一样。不可能！你明明已经和凡人无异。不，饶我一命！接下来就让我见识一下无敌剑域到底有多强吧！来，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。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出不了的人，竟然敢不崇拜我家王城！埋没淘汰，下一个。系统，使用一次顿悟机会。第五层料了。身为魔主亲子，纵然第五层又如何？我圣玄宗不收。那就继续。真的，你让他九层料去了。秦宇啊秦宇，当年留你一条命，你在大荒苟且偷生不好吗？非要来自取灭亡。赵天，李清河，秦家血仇，今日必将让你二人血债血偿。秦宇，你的修为？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，成为废人，怎么会？让我见证一下你的能耐吧，秦宇。检测的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，部分功能现已受损，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 boss 六魔头开始新的冒险。啊！这都是些什么呀？退出！我要退出游戏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怎么办？今天晚上都逼到无路可逃了！快跑啊！他们来了！啊！几个人都！我头啊，我们死定了。
精致，劳其筋骨，现在够了吧？还不明白吗？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物了。从今天起，朱爷我就帮你开启修为，选一把。我是世上最强的剑。